你知道为什么道服是宽松的吗？因为通常师傅不想要让人家看到他的肌肉线条跟他的动作结构是什么。但今天你敢问，我就敢公开。反正我觉得时代变了，如果你看影片就学得会，那你就拿去吧。仔细看我的脚。这样你学废了吗？